5月3日，备受期待的电视剧续作《欢乐颂二》在上海举办开播发布会，吴美、刘涛、蒋欣、王子文、杨紫、乔欣以及杨烁、邓伦等主演强势回归，为新戏助阵。《欢乐颂二》延续上一部剧情，继续讲述欢乐颂小区五个女孩在爱情、友情、亲情以及职场上的故事。在现场，蒋欣透露，樊胜美在第二季的感情路将有更多纠葛，但同时面对姐妹们更加真实。喜欢的是一直都确定的，就是，只是欲望有的时候会让一个人变质，他会有一点点纠结，摇摆不定。这一季她依然是很务实的一个女孩子，但是没有那么拜金，因为她撕掉了那层虚伪的面纱，她现在就是以她最真实的那一面面对几个姐妹，所以她已经不那么拜金。而杨紫坦白，如果是男生，在生活中也会喜欢邱莹莹这样的女孩，肉乎乎，捏起来很可爱，但是却遭到好姐妹曲筱绡的补刀。你在戏里说你要不要想把邱莹莹掐死？因为每次哭的时候，我真的想把邱莹莹给掐，因为每天我其实特别开心，没有那么多难过的事儿，就每天都要哭的，逼着自己想啊，我好难过，每天就是这样。